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和我说就好了，咱肯定都能帮你弄到手。哇，你看，这件衣服上居然也有一个可以让尾巴伸出来的洞呢。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开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了。看来你今日事务已经告一段落，要一起来放松一下吗？啊，梅比乌斯和……奇怪，怎么感觉你最近好像变忙了不少？周长任务，那是啥玩意儿？我可喜欢凯文老大了，尤其是夏天，真想一整天都待在他身边呀。今天的事情还是得在今天做完才行呀，拖到明天的话，今天这阳光可真好，让人忍不住就想找个地方睡上一觉。罐头，你怎么才回？想听我学猫叫吗？可以啊，但一次收你多少钱好呢？罐头，你又跑哪玩去了？伊甸姐的房间，那你有没有？罐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找到了个开店的好地方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今晚去谁那儿看看比较好呢？艾丽姐，还是伊甸姐，或者阿华？你原来也是猫吗？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？我可喜欢凯文老大了，尤其是夏天，真想一整天都待在他身边呀。罐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找到了个开店的好地方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有时候我其实也很好奇，自己到底是用哪对耳朵来听声音的呢？我可喜欢凯文老大了，尤其是夏天，真想一整天都待在他身边呀。怎么了，罐头？水晶，这玩意儿可不常见呀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今晚去谁那儿看看比较好呢？艾丽姐，还是伊甸姐，或者阿华。